嗱，呢一張畫咧就係大峽谷。大峽谷就眾所周知啦，係美國一個好著名嘅一個景點。喺當你置身其中嘅時候咧，你會就睇到一個非常之深遠嘅一個景象。而歐教授呢個處理方面咧，就亦都係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咧，就係佢利用咗左邊同埋右邊一個嘅山崖咧，陡峭嘅山崖咧，然後留翻一個中間嘅空間咧，係俾大家嘅眼光係直接係望喺中間嗰度，睇到佢嗰個後邊嘅山崖咧，係一層一層咁樣層層漸進嘅，向由前向後咁深入落去。咁呢個咧其實就話可以借用到譬如西方個所謂嘅空間嘅處理，係能夠俾人睇到一種層層深入，同埋好有一個開闊嘅空間喺畫裏面咧係表現咗出嚟嘅。